Ningma side. Shot clock winding down. Oscar, there's Oscar. With the first shot. Bang. Bang. That's a three. Wow. Only set. Number 52. Big guy will be on the floor now. Pushing. Joseph. That's a nice finger roll by Joseph Linz. Able to miss the offense. Backing up off of Oscar. Oscar. He takes the open shot and nothing but net again. Yes. Continuing his. The ball. 给他出来。 哦，这个球漂亮！身体延展性啊，这个球还是给的漂亮啊！哦，林书伟跟高国豪的这个后卫对决，哇，这个传球结果被抄走了，再给到前面，哇，这是一个，哦，球被顶板了。 在想说是不是公司这一波，高国豪外围出手有了，今天第二个三分球，中距离出手，陈立焕命中，对，还是依靠高国豪个人能力啊，苏伟，最后这个脚步被他转进去了。 这个球看错人了，看错人了。高国豪啊，以为裁判呢是他的队友，当然今天因为他们穿的是深色的球衣啊，黑色、紫色的这个颜色哦，以为队友在那边发楼过来啊。裁判是韦老师啊，不知道是凯文韦德啊。球没有拿稳，哎，整个第四节一上来，张伯威的侵略性啊，连拿8分啊。 再来一个外线 back to back 的三分球，哇，这个三分呢、啊，让外围带步就发炮了，林书伟三分球，这边要夸赞一下这，这球被点了一下，哇哟，这个球没有掌控好，高国豪的快攻啊，可惜了，球没拿稳，已经跑到篮底去了。 空档的机会，三分球，简伟如，投射是，这场比赛攻下了10分了，又是一个成功的超截，陈立焕踩两步上去 ，and one，我真的觉得不管这场。 Don't you say a word, cause I've heard it all.